房车之旅走世界，老胡带你观天下。大家好，我是老胡。今天天气不错，出来活动活动。老伴儿恢复的不错吧？都可以出来扫树叶了，看看这个枫树叶，有的是掉的差不多了。这本年的大树，树叶才刚刚掉，满地都是黄金叶。老伴现在用这个扫把扫，我刚刚是用这个耙子耙的，这个是耙地的。真正的耙这个树叶子呢，是塑料的或者钢丝钢条的，耙了以后呢，然后装的有专门卖的那个袋子，政府会来收。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再见。